的主题有可能是母牛的感觉，就是因为他说他最近在做装置艺术，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这个酒有融入到一种自然生态里面。我觉得啦，你以为我在开玩笑对不对？对，哎，对我在开玩笑，然后自己觉得很烂，好好喝，对不对？香耶，很奶啊，超奶的，没喝到。啊，没关系，我们那个，我们尽快喝一喝啦。我这段有点太长了。我觉得喝起来有点像奶茶的味道。对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就说奶茶嘛。我刚刚说牛奶，杭州府。